人啊，都是啊，一点啊，一点啊，甲咱逐天讲的话，只系一大片啊，会当吸收一点啊，安尼呢，不断来累积，都亲像讲，每一天暗时啦，太阳落山啦。到暗时的时候，咱目睭看袂到的，但是呢，伊确实有湿气。迄、那个湿气呀，就会结成了露水。露水呀、啊，那到透早的时候，咱清楚家己看，草啊尾啊。哎、欸，有迄、那个水珠哦，或者是呢，水珠滴落去涂骹，伫迄个草啊头林甲地接触的所在，嘛是会有土地有迄个胆的热，所以讲起来，平时咱看袂到啊。有这个水分，那会当安尼慢慢湿润呐。这呢对大地、草木都拢有生机哦。所以讲起来，咱人人啊，心那些管理了这个法啊，都亲像呢。脱离水分共款啊，咱慧命要成长，嘛是爱靠这个法啊。法譬如水呀、啊，那这个水，不管是多，不管是少，咱必定呢爱伫咱的心灵大地哦，润湿咱的心地呢，这个法。一定要有一个生机滋润着，就亲像大地草木，因为有土地，因为有水，所以呢，伊也不断呐。所以地底下个根会当突种啊，那对面顶会当无成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有。微体先对，土家爱先有担心，那经济呢，才会当成长啊。同款，咱人人啊，心底咱也无有发水啦。虽然有经济，有心底欠了迄个水分，所以。根无法度好存长啊，迄、那个叶无法度好剥出来，所以咱必定呢，这个微体，哪怕呢，就是正微细啊，迄、那个露水，咱都唔通轻视。每一天，虽然咱安尼听，不管呢，你听偌多啦，每一天只要会当吸收一字一句一个意义，在日常生活中，咱会当用伫人甲人的中间，这呢就是咱的法。心甲法的接触，那安尼都一安玉定。咱定定听到讲哦，沙尘暴，迄那些土沙粉啊，一飞起来啦，那面头前都安尼雾雾雾哦。无法度看到头前的境界，
所以迄个蒙雾啊，都是金绿色的灰尘，加上了这个真远的风一吹啊，真远的土沙粉啊，嘛会安尼染污了这正面咱要看的视线，所以叫做沙尘暴，这些沙尘啊，安尼真大，咱看袂到头前。咱人人的心啊，敢毋就是安尼呢？真侪烦恼，毋知偌久偌久以前的烦恼，咱共款呢，嘛影响到咱现在的心啊。哦，唔知离咱偌远的人事，可能虽然距离遐尼真长，嘛是同款，会予咱起着忧愁烦恼。真呢，拢总是好亲像迄个沙尘惹破了境界同款。咱的心啊，就是因为和咱的五欲的尘呐，这个欲尘呐，安尼呢，把咱惹破，因为咱拢有迄个无明迄风，这个无明的风啊，不断的将迄个欲尘呐，一直把咱惹砍掉，所以啊，若有最小啊，该压压的啦，自然。迄、那个沙尘啊，都飞袂起来吼、哦，所以啊，世间有五欲啊，愚者愚痴的人啊，咱就是去予这个五欲甲咱绑着，咱那会当断除了五欲啦，世间一切的这个欲念，咱那会当断除啦，安尼呢，才会当。永远呐，无过有虾米款的苦难啊！咱啊心静落来，好好该想人生啊，苦从何来呀、啊？拢是从心地起啊！虽然呢，人间呐、啊、有大自然的法则啦，不过呢，上最的苦难。还是伫心的烦恼中啊，心的烦恼无不都是迄个无明欲念。咱呐修行上重要，安怎会当断除无明欲念？断除无明欲念啊，唯有呢心爱会当到得到法水啦，互咱。为名成长啊，所以各位，逐天呢，咱安尼伫咧听，每一天好亲像听正长的话，只爱中间啊，起一句一发安尼呢，可能对咱的为名呢帮助真大。咱搁再来讲吼，先解。发风地势热闹啊，看卖咧，世间有真多风。